向赤水和以东地区推进，向川军控制的土城进军。战斗打响后，尽管川军遭到重创，但红军因情报有误，与川军激战数小时不胜，战况呈焦灼状态，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指导员，队长，明天小分队什么时候出？小分队？他说什么呢？宋琴，坐，陪他我喝两杯。喝呀。把话说清楚，咱们再喝。
土城战役失利，你不是知道吗？组织上下命令，让我们深入敌后，搜索情报。师长当机立断，组成了几个小分队，侦查侦查。侦查侦查。侦查侦查。师长说了，以你现在这个状态，不适合执行这个任务。他想让你好好调整一下状态，踏踏实实的跟着大部队过赤水。放屁！我调整什么呀？我昨天还好着呢。我，哎，队长，宋琦，拦住他！你这是老师啊！放下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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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你现在安静点多好啊！你想带队，这办法还是有的。对呀、啊，小分队不是明天下午出发吗？那明天上午你可以去找师长啊。你是师长一手带出来的兵，你跟他辅导。咱们这次要配合大部队寻找情报，并且沿路收集信息，为大部队寻找前进的道路。一切行动听指挥，特别是咱们侦察部队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报告。进来。师长。有事啊？没事。没事，走吧。师长。我呀，弄了一瓶好酒。我也有，我也有。还有什么？我是侦察参谋。好啊，那我就跟侦察参谋汇报一下工作。现在派下去的各小分队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，寻找主力部队前进的突破口。汇报完毕。师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才是侦察参谋，这活应该是我的，你给他们算怎么回事呢？我是师长，这活我想给谁就给谁，我说了算。师长，你就给一次机会，这次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你拿什么保证？我的命。其他人的命。师长，我保证我带几个人走，我一个一个活着带回来。你们要打扮成商队，整个小分队只能带一支枪。不行。不行。行，反正啊，这活儿也是老子的了。等等，你答应我了，一个一个的活着给我带回来，包括你。是。
师长，就这么几个人，怎么深入敌后啊？嗯，不是，这次行动还是很危险的。这又是百姓，又是女的，万一打起来，这不拖后腿吗？李叔同志，到，请你过来一下。师长，嗯，这位同志说呀，你是个女的，他怕打起仗来，你会拖他后腿。我不知道什么叫后腿。不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后腿。啊？嗯。啊。梅哲仁同志，哎，来，嗨，一个当地的老乡，他非常的熟悉地形，你要努力的配合他的工作。哎，好，哎，多关照。大家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再说一遍，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站！李斌，选择。我们就是小分队的一员，上级命令让我们沿路收集路线情报，在3天之内找到大部队前进的突破口。在路途中我们会伪装成商队，大家绝对不能冲动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那个队长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一会儿发枪的时候能不能发我一把小枪，那个太大了背不动。射上之后集合出发。是。快去准备吧。好。哎，这谁的枪啊？上级发给殷佳琪的。哦。队长，指导员。有事儿啊？说。哎，老狗，我去看看他们准备好没有，你们先聊着。有屁快放！哥，我听说你们成立了侦察小组，你带上我吧。你去干嘛？一，我能帮你们去侦查；二，我能照顾你。我有你照顾啊！快，过来！我知道，你对哥好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跟着我。但是这次任务实在太危险，我不能让你去。跟着大部队过赤水，等着我的好消息，啊！哥，可是，走了，走啊！少爷，我帮你拿。我都说了，在部队不要叫我少爷。嘿嘿，老乡，咱们是去执行任务，不是去逃荒。不是，这地方您不了解，山路特别不好走。我特意啊，为咱们兄弟们准备了这些补给品，用的时候给点就行。放回去。我特意给咱们兄弟们准备我。放我去。报告。好。好啊。看看，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娃子，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男娃。嗯，好。送行。到。
那个你啊，没这人。保护的是李战国、殷佳琪到号。保护李叔是。你好，干嘛？哎，听我讲一下，这次我们乔装成商人，军人的礼节能少则少，避免暴露身份，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，咱们出发吧。走。一路跟过来的，是的，参谋长，跟你侦察学习了那么久，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的。你就让我跟着你吧。老公，大部队都迁移了，你让他回哪儿去？走吧，小男子。是。走吧，谢谢指导员。等一下，附近有野兽。会不会是小动物啊？小动物，你想的也太简单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在川贵这一带，别说是野兽了，更可怕的是有野人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少爷，我还是觉得你少见点风浪吧。你们怎么都有枪？有枪咋了？有枪好。没事吧？拿着风筝。这里太危险了，抓紧去大湾山，
带着东西出发，快走吧。苏杰，以后不能这么冲动了，太危险了。一把枪，这次任务太危险了，大家带着枪也有个保障。是，好的。队长，刚才宋琪是怎么把那只老虎给赶跑的？他以前是猎人，对这些野兽还是比较了解的。那万一那个老虎就真的扑过来了怎么办？他不会。孔队长，这个就是大湾山了。大家坚持一下，今晚就在山下过夜。我们已经经过了赤水，现在在这里，明天要翻过大湾山，有三条路可以选：茅台、仁怀和古丽。吃点东西呢？但是路上什么情况我一点把握也没有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哎，老孔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听见了没有？听着呢，我是在想这三个地儿应该都会有兵力部署，咱们离这三个地方哪儿最近？茅台。茅台，好，明天就去茅台。哎，小点声，睡觉呢。还去茅台？你了解茅台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是过不去茅台的。为什么？茅台那块有个断崖，那条路不通，你们呢只有两个选择：第一去古蔺，第二去仁怀。给你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宋大哥，真好看，镯子哪来的？最好走，路小点声。就去古蔺吧。好，李叔同志，啊，过来一下。哦，你把沿路的情况都发给大部队，明天出发去古蔺。好。可惜了，没路过上茅台。怎么，你还想嘬两口啊？老公，困不困？不困啊。那把我上一次教你的两个字儿给我写一遍。
你看看，说困就困了。孔四狗，我让你写字你就困。还有老先活着，
先救人。好。要下雨了，咱们就在山洞里避雨。大家找地方坐下。李战国、宁佳琪，趁着还没下雨，捡点干柴生火，给大家取取暖。老乡，老乡，队长，我去帮忙。你站那儿。坐下。我没事，队长。忍着。哎，嗯，干什么呢？他快死了，拿点东西啊。你得收收你的臭毛病。我不用。老狗，你看，胖子，谢谢。来，兄弟，找什么呢？身上还有伤，不要乱动。你是红军，同志，你身上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自己人吧？同志，我是红三军第四师第十二团侦察参谋孔成义。郑军呢？明天傍晚，中央军特派员会去仁怀督军，你的情报已经被我们破解了。我是红一军侦察连刘建春，这些情报是暴露了，被他们抓了。严刑逼供，逼我把情报交出来。你就把情报拿出来吧。有种你他妈打死我！你打死我！
被秦军追杀。明天傍晚，中央军特派员会去召唤督军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把情报交回去。来，躺下。你先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放心吧。你怎么看？老公，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赶在中央特派员之前到达仁怀县，一旦拿到情报立刻撤走。小坛子，你看见我酒壶了吗？小坛子，小坛子，撒尿去了吧？你们俩赶紧把他找回来。我也去看看。小坛子，哎呀，这么冷的天儿，撒泡尿瞎跑什么？老爷让我陪你读书那会儿，你不也经常瞎跑吗？这个你倒记得清楚得很啊。小坛子，小坛子，找到了吗？队长，没找到。宋琴，你找到了吗？都找了，都找了。再等等吧，太早了。老公，这个情报很重要，我们必须赶在天黑之前到达仁怀县。可小坛子是咱们队的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我们要在这里等他。哦，你这个样子，我们还要不要情报了？先去仁怀。小坛子跟了我这么久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同志，我觉得我现在的状况，如果一起走的话，一定会拖累大家。这样，我在这里等小坛子，你们先走。一个人可以吗？这个是小坛子的，拜托了。放心吧，出发。你自己小心。再往前走就是仁怀县了，看到没有，城下有守兵，咱们怎么进去？我去，你们在外面接应我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，想想其他办法。办法呢，我有一个。行了，有两下子，就没我办不了的事儿。队长，咱们这样行吗？会不会被发现啊？佳琪，稳住，别说话。
打我干嘛？啊？你他妈是不是瞎？啊？他本来不认识吧？特派员，小兄弟不太懂事，我亲自带你去检验，里面请。哎，特派员，这边请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这边请，检验员，让开，快走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这边请。哎，特派员，您在这稍事休息，我马上去通报一声。师爷，刘师爷。这儿呢。刘师爷，这特派员已经到下衙门口了，快给我迎接。快去通知县长。哎呀，千也盼万也盼，总算是把特派员大人您给盼来了。嗯，快请。县长，特派员大人到了，师爷让您下去呢。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您稍等，县长大人楼上正玩活呢。特派员大人，可把您给盼来了。您光临敝县，敝县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哎呀，有失远迎，万望恕罪。恕罪，恕罪。县长大人，日理万机，不必多礼。好说，好说，好说。日什么机？万机，万劫，哪儿那么多机？鄙人只是个小小的县长，还是各位大人，礼万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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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大人，不是说天黑你们才到吗？怎么这会儿？怎么？到早了，不欢迎啊？没有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啊！来人，摆酒设宴，这边请。好，请。时间匆忙，招待不周，望各位大人恕罪，恕罪。客气客气，咱们都是自家人。是，自家人。对，请请请。各位都是党国的精英啊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听说这次围剿红军，咱们出了200架飞机呢，那打的赤匪是屁滚尿流啊。但咱们国军这次损失也挺严重的。昨天川南剿匪总司令潘文华潘大人给我来了封电报，啊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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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请您讲，大人还是日理万机呀，是是是。潘大人在电报里跟我说，说蒋委员长啊，派前军、滇军和中央军薛岳部。分四路围剿共匪，这次共匪是插翅难飞了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还是得要小心，这帮共匪狡猾得很。川贵这一带山多水多，地势险峻，你稍不留神，他们就会趁虚而入。所以我们来是督战，我们知道督战的。明白。黄某跟特派员您我拍拍胸脯，哈哈，共匪从别地走我管不着，但是从仁怀县我这儿要北上，
他门儿都没有。说到门儿啊，我刚才在城门的时候看到钱军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吸大烟呢。谁呀？太不像话了吧，这是盐城吗？啊，但说起那个大烟，大人，那大烟是好。我吸足了一口白米儿，赛过那活神仙儿。大人啊，逮治，对，必须治，马上治，现在治，立刻就治。对，这。当然了，仁怀的民风还是不错的。啊，是啊。两位大人，围剿赤匪，请两位大人多多配合。我敬两位大人一杯。哎呦，您客气，那伺候庞大。应该的。您请。说起夫人的美貌，那真是美得特派员的夫人，哪能错得了吗？我听说，仁外县的城邦图，在您府上。要么说，特派员您能掐会算。料事如神。对，先喝酒。来，满饮一杯。今天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。跟夫人这么一比，我那两个那就跟老母鸡似的，都拿不出手。要说嫂夫人啊，真是漂亮，漂亮的没法说了。王县长，那何不把城邦图拿出来让我看看？这个图有什么好看的吗？是吧？来，接着喝酒。黄县长，喝酒是小事，误了党国的大事，你我都是要掉脑袋的。特派员大人是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县长呢还是有些顾虑的。顾虑什么？当着特派员的面就不要说那么多实话了吧。小地方的人没见过世面啊，见笑。不妨。这城邦图就是你们所说的固若金汤。实不相瞒，我们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。谁让我们人单力薄呢？薄是薄了点儿，但是不弱，不弱，绝对不弱。那就好。这个图您看便看了。这带走恐怕怎么信不过我？没有，只不过那不要。哎，误会，您误会了。黄县长，这次招呼的非常好，你放心，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哎呦，多谢。我觉得这个酒咱们还是应该。酒就不喝了，军务在身，恕难从命。走。给特派员多准备几瓶好吗？哦，叹烟去挑出风，闲铺香草做野鸡。县长，红枣小脆。你是特派员？特派员不是晚上才来啊？会不会是假的？
假什么假呀，胡团长？天都黑了，你还假？哎，对对，你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报告特派员，你只要把督军交给我胡团长，你就等着领功吧，就跟县长一样，躺着也领功。什么躺着？县长，县长，县长，大人，不好意思，他喝多了，您忙您的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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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起来起来，站好了。情报发给大部队。好。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滚开！小分队发电，让他们马上撤离。是。张参谋长，到。马上集合部队，向仁惠县城出发。是。队长，大部队有回应了，他们会立刻赶往仁惠，让我们先撤离。好，你快去换衣服。好。同志，不过这次啊，多亏你的鬼点子，给你记过。我们应该安全了，今天就在这儿休息。来，热个身子。大部队想拿下仁怀是肯定的事儿了。老总，打仗吧，情报就是眼睛。你说对了。回去后啊，我得好好学学这玩意儿啊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不打仗了，你们干嘛？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。如果有一天不打仗了，我就当一个老师，我要让全中国的人都识上字儿，别一天天跟你孔四狗似的，大字儿不识一个。如果有一天不打仗，我肯定要留洋读书。留洋？少爷，你带我一块儿呗。肯定的呀，我带着你，你带着钱。哎，你留洋的时候你带上我，我到那边我倒腾点洋玩意儿，我回来我就有钱了。等我有钱了，我就把那些洋玩意儿我就给你们。我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啊，你别老想着跟着我，你自己想干嘛？我想造几间大房子，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有地方露个脚。我想当个医生，然后开一个很大很大的医馆，让很多很多的人来我的医馆都健健康康的。哎，苏琪，你呢？对，说呀。你也说一个。对呀，你说说吧。
我没什么地方可去的，就想回家。回家好啊，你想啊，回家之后有老婆呀，哎，再生个大胖小子。闭嘴！宋琴，等仗打完了，我们一起陪你回家。对对，我们一起陪你回家。对对，好不好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未来我们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？肯定到处都是学校啊！什么呀？咱们啊，现在是民以食为天嘛，吃饺子带肉馅的饺子，配上我这个酒吧。哎，我说啊，听我说，我觉得将来啊，肯定满大街都是媳妇儿。都是我媳妇儿，谁媳妇儿？我打的，你爷爷媳妇儿。我错了，谁媳妇儿？去去身上的晦气这是啥事儿？让我俩出来找这个公费撤退的路线，这大个林子，这肉都是大海捞针。哎，算了，大哥，啥子年代了嘛，混个军饷，有口饭吃就差不多了。还混个军饷？都咱俩穿这点皮，这保住小命就不错了。哎呀，想点开心的事嘛。开心的事儿？哎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现在啥事能让我开心？现在这一天天哪有开心的事儿啊？哎，干啥子的？青爷，我路过。站着别动啊！殷佳琪，你们带着没这人四处看一下。是是，我走。你们来这儿干嘛？大哥，赤匪不是没有攻下仁怀县吗？上面喊我们两个来看一下他们撤退的路线。放屁！大哥，你手下留情！大哥，撒句谎。老子要你的命！大哥，我现在这个命就在你手里了，我不敢撒谎啊！真的，真的。李叔，啊，跟大部队联系一下。好。你们来了多少人？大哥，两个太离子。大哥，你放了我们嘛，我们是奉命行事啊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看我们也不容易啊。我不喜欢。哎呀，哎呀，
么？情报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？老高，李叔说的没错。大部队让我们立刻赶往童子城去拿情报。空手金汤，分死！我已经查出来了，分出去！你就把情报拿出来发动。启宗，老孔，共四狗，一切安全。你们怎么了？任怀县的情报是假的，我们都被骗了。那我先宰了他们俩。哎，大哥，别说话，不要动手。他们是俘虏，他们会暴露我们的。不，我谁？我谁啊？把他们嘴堵上。我肚子又肿了，你刘强病又肿。童子城，出发。孩子，等一下呗，等一下。我不行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到童子城再休息。来，我扶你。队长，你去看看。这里应该安全，大家进去休息一下。大家抓紧时间调整。什么呢？是，你搬那干嘛？保个平安啊。这个才能保你平安。关键你也没有发那个。你们每个人都有，就我没有。你得到什么呢？没有啊。照你的意思，我们这人啥都别干了，就在这跪着。大部队就能找到突破口了是吧？你不会你也没找到突破口啊。你再给我说一句啊。对，哎，佳琪，冷静点。赵哥，梅哲仁同志，你有你的信仰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信仰。如果没有关二爷，你也许只是赚不到钱而已，但如果人民没有红军，可能连家都没有了。哎，怎么还想着任怀县的事呢？你是我们的队长，你看看大家都等着你去领导呢。嗯，打起精神来，我们配合大部队尽快找到突破口。
结婚。冯正义，很意外吧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刘建臣，感谢你上次救了我，不然我现在怎么有机会报答你？刘建臣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陆军第五军第十八师一团团长孙坚。小坛子，小坛子在哪儿？不知道啊，摔死了吧？悬崖那么高。几件事跟你们说一下啊。上次丛林里的前军是我安排的。围起来，上！仁怀县的中央军特派员是我，你们传给大部队的假情报也是我。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把假的城防图给他们看了，他们也都信了。您放心，不会有半点纰漏的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还记得四年前被你活捉的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吗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十五岁就跟师长，他待我如此。私人队里捡回这条命，就是为了今天，赶紧杀绝！啊，时候不早了，给你们两个选择吧。第一，你们今天全死在这儿；第二，我还没想好。
我对不起大家，没准人云佳琪小盘子，他们都牺牲了，我负全部责任。你答应我吧，一个一个的活着给我带回去，包括你。是。就是我的叔公和大爷害死了他们，我身为指导员，我也要负这个责任。你们回答不对，我一个人去童子城。姚童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带上我。还有我。不行，我不能再看到你们一个又一个死在我面前。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。
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走吧。进来！
1935年2月25日，根据情报小队截获的重要情报，红军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，再度向娄山关挺进。